真的要变成我媳妇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可怕。我觉得你可怕，我比较可怕。害怕。还有哥说你没看到轩宇都已经快坐到 Junior 大腿上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他们两个只是这样靠近，然后两个在读本，然后很靠近。我说真的没有啊，因为小林姐还特地来问我，我要问轩宇，我问你们两个现在是在一起吗？对啊，小林姐说了，对啊，全世界只剩下小林姐还在帮我否决这件事，因为她的台语好溜哦。所以我跟他的认真呐、啊，他一演起来。哎、欸，你讲意思是我无认真啊？你晓得我，我嘛就认真嘞。我讲无我多啊。按照时间，我漏一个算面对无？因为是啦，新生代啊，就是、新生代台语可以讲得这么好。对啊，他一认真投入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很担心，而且因为他讲话很顺、很溜、很快。我们对戏的第一场戏就是要一直骂他，然后他回嘴。然后我们俩就开始打，快要打起来了，好棒、哦！然后就抓着他，不让他走，然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好想看你们吵架、哦。台语溜到爆，很棒啊！可是虽然我是因为我拿剧本，是，所以我剧本背了一个礼拜，所以才跟他吵起来的。我觉得我到最后，如果他真的要变成我媳妇的话，我觉得会很可怕。我觉得你可怕，我比较可怕。我害怕，哎，吵架的戏很难哎。真的吗？你不是吵得很舒压吗？是舒压，可是台词你不可以有落差的时候，而且你在讲，你平常在聊天，你可以有时候不小心忘记的时候，你可以放慢速度，哎，对对，偷偷的想一下，自己吵架的时候没有时间。没关系啦，你长大了也是要开始跟人家吵架，对，你不能再甜美可人。我现在不可以再当一个就是对大家讲这种发圣光，很温柔先生。发圣光，我们的就是有被拍到，对，那次他被拍到。然后就是 被拍到的 是就我们两个去买东西 Junior 帮你拿东西，就在 Sandy 旁边嘛。我说这有什么，姐以为我们在炒新闻。 我说这有什么。我说人家他们两个在戏里面是演一对嘛，那他们演一对，然后那两个一起收工了以后，因为的确也很常一起去拍戏，对，而且要回棚里啊，那他我就载你回来棚里，然后顺便他买了东西帮他拿，我说男生帮女生拿东西，这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说哎，这记者在炒新闻嘛、啊。可是他们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对。然后后来到最后 ，Michael 哥说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，我说没有啦，还一直否认，他们两个只是很合，没有。Michael 哥说你没看到轩宇都已经快坐到 Junior 大腿上了吗？我说没有，他们两个只是这样靠近。然后两个在读本，然后很靠近，我说真的没有啊。然后后来他们两个承认说他们两个在一起，我说因为小林姐还特地来问我，我还问他你轩宇，我问你们两个现在是在一起吗？对啊，小林姐说了，对啊，全世界只剩下小林姐还在帮我否决这件事。我觉得他非常，其实他真的非常疼我，就是他是一个可以让我很做自己的人，我。可能我心里有什么想法，我可以很勇敢的说出来。对，他会尽量去，对他会尽量去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。虽然他都说我就是一个，就是不认输的人。对他觉得我是，可是我就觉得，如果他是这样想，他还可以尽量让我做自己的话，那我真的谢谢他。我跟他其实可以聊起来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没什么代沟，但是有一些时代的变化，十岁。才十岁，对啊，所以可是时代上的变化真的没办法去抵抗。他其实现在可能会偶尔想要听我的话，打扮的年轻一点，或者是接受我在社群上面，我觉得有些东西要怎么调整。但是这都要经历一段抗争，就像他当初死不用 iPhone， 然后他手机一直宕机的时候，我就会冷冷的说：“你看吧，我的 iPhone 也被宕机。”就是之类的，他要必须认了这件事。你是很无聊，只不过搞不好买到的机器是比较有问题的机器。可是我就觉得，因为他会去抗拒新的东西，但我就觉得时代在变，我们都要去接受它。可是我在我的感觉，他不会到生闷气，可是他就会认，他会后认老的。对，他会后来默默的跟我讲说，其实我觉得我很谢谢你，他会很诚恳的说，我很谢谢你，就是让我做这些改变，他觉得。定妆的当天，每个人看到我都说不可以怀孕啊，不可以怀孕啊，就是我四面
方方，所以这件事情应该会计划一下，看落在什么时候。可是我一直讲说要怀孕哦，要怀孕哦，因为你怀孕可以一直演到怀孕九个月，然后再去生啊，生完再回来。所以有可能在结婚前，我觉得不会。嗯，我还是有，就是我们以前有讨论过，是不是这件事情可以先生小孩，那慢慢计划。我就说不行，我这个人非常的古板。要安排好。对，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坚持，可是我希望还是按部就班。嗯，就是我的人生我还是想好先等先结了婚以后，我觉得还是要先结婚。